晚餐的需求现在变成了24个内用，孩童15个不吃辣，2个对虾过敏，工作伙伴9个，然后外带6份，有1个不吃牛。备料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、啊。现在骑摩托车去买吗？还有鸡翅吗？要不要问问看？炸鸡店老板也是不好当嘛。Yes， 我、哦、这香肠摊老板很香哎。我们还有巧克力锅啊。洋葱切小丁。有点像大小丁。我听到什么？啊！浩哥，算了啦！算了吗？救护车来了！上次，上次救护车来了，面已经准备好7、8份了，快来吃饭哦！吃饭嘞！棒球队，大家跟着我走，嘿嘿，走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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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绿阵！香肠有没有人要来点香肠？要加肉吗？有没有要加肉？那个炸鸡要不要加一下？要加肉，加起来，拿过来。炸鸡好吃哦，碎的。炸鸡还有吗？剩2个。然后我们慢慢的依序从这边过去啊。先等一下，我们还在对。先等一下，因为今天生意比较好一点啊，刚好有烤肉，我们先一起来吃个几块吧。来来，我只剩鸡翅啊，鸡翅剩。那些肉也都没了。都没了，香肠也没了，都没了，完售。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算错吗？想着。